大功夫，睇翻我先讀白春龍，我出嚟主要講攝影文化藝術技術，就間唔中講下相機嘅。但係呢句説話呃大家嘅，因為近排我真係講好多相機。嗱呢條片咧，我就繼續同大家講相機啊，講相機嘅選擇啊。啱啱啊，有位網友在我 Facebook 嗰度留言俾我，咁問一個咧相當尖鋭嘅問題，呢個問題咧簡直我係難以啟齒，唔夠膽好坦白咁答嘅，真係困難啦！究竟乜嘢相機問題使到我咁困難呢？OK， 大家好啊，歡迎大家翻嚟我攝影獨白 channel 啊。咁啊，假如你係喜歡攝影嘅話咧，你記住訂我 channel， 咁啊撳埋個啷啷揀埋全部，每次出新片嘅話咧，你第一時間收到通知噶啦。嗱，呢個問題咧，我覺得相當難答啊。佢問題相當簡單，佢就話啦：伍 Sir 你好，我想買部無反相機，請問 Canon R8 或者係 Nikon Z6II 邊部好？咁直接問我一個咁簡單的問題，我即刻呆咗，我唔識答佢。佢俾埋條件咧，已經係佢話主要去旅行、影人同埋風景，有時會拍下片借借。哇，真係困難啊！但唔緊要，你幾困難嘅問題咧，我都盡量答你哋嘅。簡單嘅咧，我就文字答你；複雜嘅話咧，好似呢條片咁複雜嘅話咧，我就拍片同大家講嘅。嗱，咁啊。講到明啦，假如大家想問我攝影問題咧，喺上高可以 follow 我嗰個 Facebook fan page， 喺嗰度咧就可以留言俾我問任何攝影問題。咁啊，我唔介意你問任何尖鋭嘅問題，我盡量解答你。當然咧，有時真係好簡單嘅，我兩個字就答咗你嘅。有時 OK， 複雜嘅我會拍片同大家講啦，好似呢條片咁樣。OK 嗱，大家留言講下，如果你係你俾意見嘅，如果你而家老友有個新手老友問你，你又老手嚟噶嘛，係咪？咁究竟 Canon EOS 嘅 R8 好，亦或 Nikon Z 嘅 Z6II 好咧？大家留言講下，如果你嘅話，你會點揀呢？嗱，我真係好怕嘅，有一樣嘢，我好怕人哋話我係 Nikon 打手嘅，真係唔係啊嘛，係咪？喂 ，Nikon 冇俾錢我，我點做打手呢？嗱，如果 Canon 俾錢我，我做 Canon 打手 ；Sony 俾錢我，我做 Sony 打手，咁啊，梗係嚇即係。受人錢財就乜乜乜乜啦，係咪？大家冇啊嘛，所以咧係真係唔啱嘅。嗱，我每一次都講嘅，其實而家拍緊片呢部相機咧係 Canon 相機嚟嘅，咁啊，所以我真係做緊 Canon 打手嘅 Canon EOS 嘅 M50 Mark II。嗱，假如呢部相機咧，可惜就唔係 Canon 提供俾我，如果唔係咧，我就每次喺條片都打啦。本片由 Canon 器材拍攝，你幾鬼正咧？係咪？可惜唔係，係咪？咁所以咧，我真係比較困難嘅。嗱，大家真係幫下手，究竟 R8 好定 Z6II 好咧？嗱，你即係呢個問題咧，其實好簡單嘅，我已經喺其他片都解答過類似嘅嘢嘅。其實咧，關於你咁簡單嘅題材，去旅行影下人、影下風景，任何相機都可以嘅，可以換鏡頭嗰啲，唔可以換鏡頭嗰啲都得嘅，拿一部手機都得嘅。真係攞一部手機都可以嘅，但如果你想用相機去影下旅行，要影下人、影個風景嘅話咧，咁啊基本上咧任何相機都可以嘅，除咗唔可以換鏡頭嗰啲相機係困難啲之外咧，其他機都得嘅。咁啊關鍵在於你用鏡頭嘅啫。例如去旅行，通常去旅行咧，我比較要廣角鏡多少少嘅，你需要支廣角鏡影人。一般嚟計啦，你需要有支大光圈嘅50mm 或者係80mm 之類嘅鏡頭，再鋪啲玩到100mm 左右嗰啲鏡頭，咁啊影人像用嘅。咁啊當然唔一定嘅，但係呢啲叫人像鏡啊嘛。影風景同旅行都差唔多嘅，都係廣角鏡，因為風景係旅行，你去旅行你可能影下人啦，影下即係嚇風土人情咁啊，都係一支28mm 會啱啲廣角鏡啦。但係你影風景咧就可大可小啦，有啲風景啊要好歪嘅，你可以用到16mm super wide 嘅鏡頭。動之腳架，落塊 ND 低炒影下啲水，幾鬼靚啦，係咪？影得水仙境一樣。又或者攞支長鏡，攞支 Nikon 28-400嗰啲，攞400嗰個啊，即係遠攝嗰端 ，OK， 影啲好壓縮感嘅山啊嗰啲畫面。咁啊，相當有呢個壓縮感，相當戲劇性嘅畫面，咁都啱嘅。所以去旅行就真係有一支旅行鏡頭先啱咯，係嘛？咁啊，至於你拍下片嘅。拍片咧就而家任何機器都可以拍片㗎啦，
冇一部機唔得嘅。如果你即係簡單到拍高清片係咪？咁啊唔係要 4K 嘅，亦都係差唔多任何一部機都拍到 4K 嘅新嗰啲啊。咁至於你話拍 4K 要 60P、120P 之類嘅，咁可能要勁啲嘅機器啦。你去到 6K、8K 更加勁嘅機器啦。但你偶爾拍下片嘅咧，我估你都係高清嘅啫。高清嘅話咧，你任何機器都得嘅。你就 4K、30P 都係任何機器都得嘅。你至於 4K、60P 咧，可能有個別機器好似 Set 62咁樣有 crop 嘅，你覺得 crop 有問題嘅咪唔好咯？你覺得 crop 冇問題，即係冇問題咯。OK， 大家留言講下究竟你揀邊部啦？嗱，我俾咩建議咧？冇辦法啦，我呢度咧，我唔夠膽直接了當答佢。我俾咗一個答案，佢就話 Canon R8 或者 Set 62咧都適合去旅行影人去風景，有時拍下片都啱嘅。但係咧。R8 咧比 Set 62遲咗兩年幾，即係話新兩年幾。我嘅潛台詞就係 Set 62就舊咗兩年幾。你買機嘅話，你就要考慮啦，舊咗兩年幾。但係而且一樣嘢好重要嘅，就 Set 62貴過 R8 1000蚊到。我嘅答案就話 R8 平過 Set 62約莫1000蚊，即係一部新嘅機又平1000蚊到。咁你買邊部啊？咁有平買平 ，OK， 但唔係我補多句，但係 Set 62強過 R8 唔止1000蚊嘅價值。OK， 嗱咁咧，當然咧，我呢個打錯咗，即係好快 send 出去，咁我後屘補充嘅，即係唔係後屘即係跟手都補充嘅，我話咧 Set 62喺影硬照方面強過 R8 唔止1000蚊。有些朋友可能不同意啊，因為 R8 有一個很勁的超驚嚇的1秒40張連拍嘛，而且那些對焦點多啲嘛，我知道的嚇。咁啊就因為我啲抗打手嘛，我成日咁講啦。咁啊，但 R8 咧我都講到明㗎啦，喺 4K 60P 影相會強過 Set 62呢方面，我都係即係好客觀嚟答咗句啦。啊，問題係關鍵在於你係咪經常影 4K 60P 啊？如果唔係嘅話咧，依個優點就唔存在啦。OK， 我同大家咁比較下，如果係你嘅話，會買邊部？機啦嚇，我嘅潛台詞其實我係會買 Set 62嘅，真係冇辦法啦。R8 同 Set 62其實唔係一個同一個 level 嘅嘢 ，Set 62咧個 level 係高過 R8 嘅，喺部機嗰個級數上高係高過 R8 嘅，從嗰個堅固穩陣做工，整部相機嘅定位都係高過 R8 嘅。R8 係一部大件夾，唔係大件，係一部即係價錢相宜而且係。抵食嘅一部好 CP 值好高嘅相機，但佢嗰個做工整個 target 唔係 R， 唔係 Set 62嗰班用家，佢係次一級嘅，咁所以佢平啲係啱嘅。咁啊 Set R8 咧就係係舊年先出嘅相機，舊年年頭出嘅相機 ，Set 62咧就係2000年頭，距離而家成4年嘅已經係啊。但兩部相機唔同嘅地方咧，就 Set 62係用一個係有背照式嘅 sensor， 喺低光嗰度係會靚啲嘅。雖然呢個 R8 咧係會新過 Set 62兩年幾，但係佢由於佢冇用到。新啲科技嘅背照式 sensor， 所以咧佢喺低光嗰度咧就冇佢咁靚嚇。咁啊，但係呢個唔重要。如果你唔係影低光嘅話，我講明先啦。咁一個 RF mark， 一個就set mark， 咁啊要注意啦嚇。對於新手嚟計咧，我鼓勵大家玩原裝鏡嘅。咁啊，無論 Nikon 同 Canon 都有足夠嘅。即係唔係足夠啊？大致都有即係比較多鏡頭俾新手選擇嘅，但係咧。OK， Canon 新手你想買 Canon 上高睇睇我呢條片，係介紹 Canon 九支新手要揀嘅鏡頭。Nikon 就呢條片未出，仲等緊啊。咁啊，但係 Nikon 有道好咧，佢已經開放咗佢嘅鏡頭，有 third party 嘅鏡頭揀，有啲好平嘅鄰近地區嘅鏡頭。OK， 中國產啊，咁啊平嘅鏡頭俾佢揀，而且中國嘅鏡頭都出埋自動對焦啦。你真係日本鏡頭真係喊，即係嚇。真係即係將會面臨一個好大嘅競爭啊！而且唔單止 Nikon 佢嗰個法蘭佢相當短，可以加個接環咧，可以食到好多舊嘅鏡頭，所以呢方面咧都會強過呢個 Canon 啦呢方面啦。更加正咧就係呢個係 R8 嘅最大弱點，就係佢冇避震，冇機身避震，你靠曬鏡頭。嗱，事實上咧唔係影真重要，但係都好重要。
在過去我們的相機全部沒有避震，我們都是這樣拍照，但是現在是新的科技的相機是有避震的，鏡頭有些有避震有些沒有，但機身如果有避震的話，你就任何鏡頭無論它有沒有避震你都有避震的能力，即是說揸一部相機你就是穩陣很多。 Nikon Z6 都是有避震， R8 就沒有避震，就那些 viewfinder 和這個機背的 LCD 都是 Z6 都會正一些，因為 R8 本身的檔次是低一點。連拍方面呢，這個很巧妙啊，就咁睇咧 ，Nikon Z6II 啦，一秒14张係相當強嘅。呢個係 R8 咧，一秒係得8张嘅啫，得6张嘅啫，爭好遠。但 R8 咧，當佢用電子快門咧，佢一秒40张係贏翻曬好多相機，唔單止贏呢、這個。OK， Z6II 啊，連呢個 Z8、Z9 都冇40张咁癲嘅。咁啊，但你信唔信佢40张嗰陣時都有咁勁嘅自動對焦能力咧？咁呢個真係試過先知。我唔係話佢唔得啊。咁呢方面咧，就所以咧，佢係用呢個係前點快門就得6张，用全電子咧就有40张，相當厲害。拍片佢會強啲。R8 咧拍片嘅時候咧，佢冇個時間限制，即係話咧你影超過半個鐘頭嘅片咧，佢照食得到。但 Z6II 就唔得啦，半個粒鐘就會企咗喺度。但係而家好多即係好多舊啲嘅機都係咁樣，新嘅機咧有部分都係已解咗鎖啦，就冇呢方面嘅限制。但係咧最正佢拍 4K60P， 即係慢動作嘅時候咧，輕微慢動作嘅話咧都係 full frame 嘅。但係 Z6II 咧去到 4K60P 慢動作啊，即係嚇咁咧就要乘以 1.5 crop 嘅。咁呢方面睇你係咪問題啦？如果你拍咧正常速度嘅 4K30P 咧，就兩部機都係可以嘅。咁咧兩部機都聲稱是防塵防水滴的，但係我個人感覺咧，就 Z6II 應該係正啲嘅，即係穩陣好多個機身啊。咁咧就，但 Z6II 咧係700g set， 呢個 R8 咧只係得461g， 咁所以咧嗰部機係輕巧好多。另一個講法就厚啲 ，OK， Z6II 咧就重啲，但係另一個講法咧就堅固啲。咁啊睇你乜嘢啦。咁當然 R8 仲有啲其他優點嘅，例如佢可以啊撳快門。嗰剎那咧，可以將佢之前嗰半秒，大概半秒咧，都記錄埋嘅。呢方面佢贏啦。咁啊，又有堆疊式嗰個AF 咧，可以即係夾埋啲相影個好闊景深啦。呢方面都係會贏呢個 Z6II 嘅。咁咧就 lens beefing 佢有啦，拍片佢即係正少少啦嚇。咁啊 ，anyway， 各方面咧都有各有優劣嘅，所以我就唔夠膽話邊部機好啲。大家留言講下，如果你係你點揀？不過咧，好明顯 Z6II 咧就雙卡機 ，R8 就單卡機。咁啊，所以分別都喺度。當然啦，你可能覺得呢方面唔重要啦，重要就重要，唔重要唔重要啦。嗱，咁而家計市場價錢咧，而家兩部相機咧 ，Z6II 同呢個 R8 咧，即係相差1000蚊到，無論行貨水貨都係相差1000蚊。我就覺得咧，呢1000蚊俾到你嗰個避震咧，就係呢方面值回票價，真係㗎，即係淨係個避震同埋嗰個機械式快門有14张，呢兩樣嘢已經係值翻呢1000蚊，加上佢 LED 呢個係觀景器又正 ，EVF 又正啲啦，機背 LED 又正啲啦，淨係呢兩樣嘢嘅話咧，已經超曬呢1000蚊嘅。所以咧，我覺得投資喺 Z6II 咧，雖然佢部機係年份高過 R8， 我覺得值得啲嘅。假如你想佢想，假如都係網友想買部同 Z6II 同級嘅 Canon 機咧，我就建議佢買 R6II。兩部都係6II啊 ，R6II 同 Z6II 兩部機係同級嘅。當然啦，計起上嚟嘅話 ，R6II 有啲好多嘢都強過呢個Z6II， 但係價錢咧貴成4000-5000蚊。所以咧，價錢如果係一個 matter， 係一個重要因素嘅話咧，咁 Z6II 就抵玩過 R6II 好多好多。Compare R8 同 R6II 咧，你梗係 R8 同 R6II 亦都係主要相差咗嗰個 IBIS。為咗呢樣嘢，你當然唔止呢樣嘢啦，佢機身都實淨好多嘅。假如即係你係即係為要補翻個避震，要俾多4000-5000蚊嘅咧，我覺得 R6II 啊真係唔抵買嘅機嚟嘅，冇辦法啦。因為啲Canon大價，即係大賣大包 R8 係真係抵買嘅機，咁導致 R6II 咧相對上係超級唔抵買。咁啊～compare Nikon 嗰部 Z6II 亦都因為年事已高，亦都係平得好緊要，所以 compare 嘅話咧，我就真係
冇辦法唔做啲抗打手啦，我推薦 set 六刀呢剎那。不過市場流傳咗好耐㗎啦，啲抗好快就有 set 六 free 㗎啦。嗱，我唔係爆料，都唔係預告，我只係話市場有咁嘅流傳嘅啫。OK， 確實咧，空穴來風啊，未必咩嘅，係咪？大家明白我意思啦。無論 Nikon 同 Canon 都會有好消息。講咁多算啦，唔講得太多。OK， 咁啊，畫面上都買到我推薦嘅台灣出版嘅中文攝影書。嗱，不學就無術，不學就無技術。你要你嘅攝影修養、攝影修為能夠提升咧。OK， 咁一定要睇多啲攝影書。上高就買到一批相當正嘅台灣出版商買咗日本、歐美嘅一啲正嘅攝影書嘅版權，翻譯成為中文。咁啊，裏邊咧有好多唔同類型嘅攝影書，我都揀咗啱嘅正嘅推薦俾大家。喺上高就買到噶啦嚇。咁啊，呢批書咧買三本就包順豐運費，喺台灣空運過嚟香港俾你哋，係講明係空運嘅，即刻兩三日就會到噶啦嚇。即係唔係你落單兩三日到，即係由發貨到你嗰度咧兩日就會到噶啦。空運啊嘛，係咪？空運啊相當正嘅。快啊嘛 ，OK， 而且買三本書咧，唔單止包順豐運費，而且而家呢剎那仍然送一條 USB C to C 嘅 PD 供電線，一米咁長 ，OK， 你可以插喺個相機裏邊咧，唔阻住你操作部相機啊，一邊充電一邊影相，咁啊你而且有一米咁長，你擺相機袋嘅話咧，亦都唔阻你，即係擺喺個背囊度都唔阻你，而且佢編織嘅軟繩嚟嘅，就唔係一啲塑膠嘅硬繩，比較阻住你。即係你個活動空間咧就冇咁好啦嚇。OK， 另外畫面上高買到我推薦嘅蔡司鏡頭，就一盒200張，只係賣200蚊，仍然賣200蚊。我呢只咧同你香港買到嗰啲一般大陸版係唔同嘅，我呢只出口美國版，寫到明有獨特嘅蔡司配方喺裏邊嘅。裏邊係咪真係唔同咧？我唔敢講，但起碼佢個 spec 咧個 content 係咁寫係有唔同嘅嚇。咁即係寫出嚟唔同啦嚇。咁啊～佢嘅特點就係微濕，好有效，抹乾淨你鏡頭上高啲油污油漬。你好貴鏡頭，一個手指印咧就 KO 咗你啲解像度噶啦，一蚊就同你搞掂啦，幾鬼正咧？一盒200蚊，只係一盒200張，只係賣200蚊。OK， 成日講錯啊，而且咧。你要平啲咧，買2盒有95折，買3盒有9折，買4盒、5盒、6盒、7盒、8盒、9盒，全部都再打 discount， 最平平到140蚊一盒，簡直平到癲啊 ！OK， 咁而且呢個價錢包埋運費嘅，一發行價俾你啊嘛，係咪？咁啊買3盒咧送一條爬山式相機帶，有顏色揀。如果你要啲正啲顏色嘅，例如畫面我而家推薦嘅呢一隻咧，係拉卡高層都用緊嘅紅色黑點呢一隻咧。你買4盒就可以揀埋呢隻色，或者揀一隻好正我叫 monochrome， 係黑色灰點嘅，全世界獨家，我自己訂購俾大家。OK 好嘛 ？OK 咁啊，上高買到噶啦。OK， 拜拜。